负责防守。什么？魏军已经来到了这里，快点准备迎接。真是武艺高强！嘿，敌将被我打败了！敌人真的倒下了，看来无法继续输送援军了。总算能回去了。现在去攻打敌军的要地，我们出发。终于攻至此地，还是冷静应战吧。不慌的贝伊大人已经战败撤退，无法期待更多的援军了。击胜贝伊将军他。大事不妙，下去就要被敌军逼上绝境了。击中！发现了一个好地方，就向那里进军吧。击中！为了完成任务，开始移动。目的地点就是那里。期待大家的表现，出发，向目的地前进吧。好，走吧，这边就归我了。乖乖接受吧！这一带的守卫人数不够啊，这种地方一定要做好啊！现在去攻打敌军的要地，来，出发！哇塞，说的是那里吗？虽然没什么自信，总之先出发吧。再会了。
我了。不会交给你一曼，有我在此，还是被敌军攻下了汉中，我真是太没用了。汉中已经攻下，继续前进吧。虽然士兵们看起来有点累，但那又如何？总算是进军到汉中了，不要听士兵们叫苦，不能让他们休息，重整阵势之后立刻去攻打成都。大将军，我有点事想向您禀报。前方的要害之地，蜀军都已经派兵固守了，恐怕难以将其攻陷。而且，我们背后的兵站已经延伸得太长了，继续行军的话，一旦遭受敌方突袭，来自长安的补给就会切断，全军都将陷入孤立。可恶！住口！你敢对大将军提意见？你是想劝我撤退，好让我无法获得战功吧？不，我并无此意。曹爽大人，我也赞成司马昭大人的意见。士兵和牛马已被大量消耗，继续战斗下去，实属下策呀。怎么连夏侯玄都这么说？哼，我不过是在试探你们的胆魄。看来我军中都是一群胆小鬼啊！这样下去，就算继续前进，也是徒劳。命令全军撤退，迅速返回洛阳。多谢您赞成我的意见。夏侯玄大人，幸亏有您在。司马昭大人，很抱歉给你添了麻烦。曹爽大人只是急于为一族夺回荣誉。这个我明白，但是此次败退恐怕反而会让曹爽大人落入威信扫地的境地。这也是无可奈何，如果没有司马氏大人、司马昭大人和其他优秀将士的努力，此战就危在旦夕了。曹丕大人和曹睿大人铸就的魏国正在遭到曹氏一族的威胁，必须在蜀吴趁虚而入之前设法应对。近亲宗室的臣子中还有夏侯玄大人和夏侯霸之的愿意为国家贡献力量的人，曹爽大人他们今后只要不再如此举止轻率，也不会再有问题。我们也快些返回洛阳吧。父亲，孩儿有事禀报。大将军在新世山败退以来一直宴饮无度，似乎只是在费尽心思地讨好诸将，先帝当年积累的财富为此而急剧消耗，
现在就连面对吴蜀的防御也难以维持了。孩儿以为继续让大将军把持国政太危险了。危险？兄长，难道说除掉曹爽由我们掌握实权吗？你应该知道那个方法是把双刃剑吧。曹爽的确是危害国家的内在凶手，但是现在国内还有感念于曹操大人和曹丕大人的恩情，愿意对曹氏一族尽忠职守的大臣，如果罢黜曹爽，必然会引起这些人的反感，甚至国内也会一分为二，必须做好相应的思想准备啊。兄长，我早已做好准备。受日前新石山的战果影响，蜀军已经开始活动，恐怕近期之内就要开启战端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迅速驱除削弱国本的病源。夫君，听说大将军外出狩猎了，如果要起兵，现在就是最佳时机吧。曹爽等人现在不在洛阳，正是天赐良机，我们赶赴王宫，速战速决吧。听说司马师大人带兵赶往了王宫，郭淮将军、诸葛诞将军，这莫非……哦，司马师大人终于起兵了，这可真是大家盼望已久的瞬间呐。曹爽大人从兴世山归来后，终日大摆宴席，寻欢作乐，如此挥霍百姓的税款，实在让人看不下去。蜀国已经展现出了恭卫的意向，大将军却用军备的费用寻欢作乐，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遭到蜀国进攻就糟了。我每天都非常担心，如今寿命似乎都要缩短好几年了。司马师大人正在传召各位，涉及之事应该不言自明吧。明白了，这就过去。即使生命燃烧殆尽，我也要真正的守住这个国家。我昔日得到过司马懿大人的提拔，为了报答那份恩情，我一定会完成任务。各位大人真是深明大义，即刻前往皇宫吧，在大将军狩猎归来之前了结一切。各位，感谢大家来到这儿。眼下大将军曹爽正在外出狩猎，不在洛阳之中，我们要趁此机会夺走他的一切权力。兄长，曹爽确实没有足以担当国政的才干，但就没有别的更稳妥的办法了吗？子胜，该下决心。不轻不重的处理方式根本无法驱除寄生在国家根干上的毒瘤，这是为了结束乱世而必须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天命。那好吧。好，要在曹爽返回之前占领洛阳。迅速压制洛阳之后，击杀城外的曹爽。
好，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这是曹爽大人要走的门，我会交给你们这些反贼。已经撑不住了，曹爽大人，对不起，让我们企图造反，必须尽快加强防御。能回去了。子尚，只要有心，你就可以办到。敌将被我打败了。子尚，为什么不肯使出你的实力？子尚就是真正的三国无双。报告，尹大木将军已被击败，部分城门及兵站遭到封锁。击中，部下必须绕道才能进入洛阳了，真会给人找麻烦。击中。击中！击中！曹爽大人，请放心，我这就去铲平司马懿一行。嘿！听我命令，防御，守卫要稳固，切勿露出破绽。休想进入攻城，我再不撤退，别怪我动手了。现在只能撤退了，可我的司马懿族给我记住了。好，立刻展开防御阵型，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可恶的反贼，我居然会输给你们这种人。宫殿已被我司马师攻占，放弃无谓的抵抗吧。总算能回去了。子尚，只要有心，你就可以办到。报告，何燕大人、丁密大人已被击败，洛阳攻城已经落入司马懿的手中。努力城池，休想继续肆意妄为。击中！为了曹爽大人，我们一定要夺回洛阳。击中！大家上吧！击中！竟然盯上了武器库，这里才不会交给他人。射击！把那些起来捣乱的人赶回去吧。
失手了。这样下去，我们的武器就……是。总算能回去了。子少，你竟然能有如此表现，既然有能力，平时就要使出全力呀。报告，潘举大人败走，武器库已被司马懿压制。喂，什么？剑士已经不够用了，一旦武器库被夺，就无法补充了呀。绝不能继续纵容司马懿肆意妄为，由我出兵，必死无疑。我在那条路的前方。抓住！等一下，我这就招供，请饶我一命。曹爽早就想要消。废帝了，已经向大家告知了事情的真相。或许。应该感谢这个超乎想象的大猎物吧。李靖被我打败了，总算能回去了。子少，你竟然能有如此表现，既然有能力，平时就要使出全力呀。子善大人只要肯干，明明可以做得很好。我的智略竟然输了。被我打败了。子上，只要有心，你就可以办到。就由我们负责防守。
站出来的真正目的，愚蠢的曹爽，我会把你带到许昌。马毅，你做出这种事来就不怕无法收场吗？身为曹魏臣子，竟然对我白刃相向。正是因为我是曹魏臣子，曹魏的王朝由伟大的曹操大人奠基，聪慧的曹丕大人使其坚如磐石，我也是三代四代以来追随的老臣，为了王朝的兴隆，我已经尽了力量。但是，你这扰乱朝纲的蠢货，想蚕食这成就，我绝不允许。死去之后，见到曹操、曹丕两位大人，自己向他们忏悔你的愚昧吧。可恶，你这篡权的逆贼！篡权？也许只有这条路可行。侯霸大人，大事不好了，曹爽大人和何晏大人都因扰乱国政被司马懿大人处死了。你说什么？曹爽大人的确接连失利，但是这么快就遭受处决？
夏侯霸逃亡到了蜀国，司马师大人处决了曹爽的堂弟夏侯玄，似乎因为他的出身被认定为不安定因素。夏侯霸看到这一幕，大概觉得接下来就轮到自己了吧。兄长，做得太过分了吗？是啊，真令人伤感。真是天真啊，司马氏大人的做法合情合理。因为铲除曹爽，司马一族成了部分人眼中的篡权者，或许还会出现惹是生非之人，必须在萌芽之前彻底铲除。那不就和用权力压人的曹爽一样了吗？不，并非如此。司马氏大人才华横溢，曹爽等人根本不足为惧，可以说曹魏的命运已经掌握在他的手中。正是因此，才有很多人看紫元大人不顺眼，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那只是当前的问题而已，之后大家就会意识到司马师大人的真正价值。不要犹豫，你也竭力支援司马师大人吧，否则就无法守护重要的兄长了。照你这么一说就头疼了，就是说我也必须更加努力才行了。既然明白，你就用行动表示吧。我们必须与紫元大人商量接下来的问题。由于诛杀了曹爽，司马一族掌握了朝廷的实权呢，肯定会有人为此感到不快吧？不知道惭愧自己的无能，这种人何其之多。这与嫉妒我才能的家伙并无二致。钟会大人，请冷静。你呀，总是动不动就说到自己身上。哼，那就先让这些人闭嘴吧，然后再废掉曹芳，拥立曹髦大人就是。紫元，现阶段你只是夺走了曹爽的地位，并且取而代之，在此基础上你还想拥立新皇？只看当前局面，这与董卓并无不同啊。你能让大家理解并同意拥立你理想中的人选曹髦大人吗？那是当然，如果没有这种想法，我就不会斩杀曹爽。既然如此，为父无话可说了。紫元，既然要做，就坚持到底吧。是。子上，司马懿大人，听说王陵大人，不，王陵造反了。
您让我做什么都行，但是请您放过我的妻子吧，求求您了。郭槐，你的忠诚毋庸置疑，你夫人的事情我会尽力帮忙。哦，您真是太仁慈了。那么我先告辞了。郭槐，他的脸色好像比平时还糟糕啊。他的夫人是王陵的妹妹，作为血亲，担心祸及自身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就算是这样，子尚，这并非感情的问题，能否拯救夫人的性命就要看郭槐的表现了。父亲，攻打王陵的准备已经就绪。子尚，你去告诉郭槐，让他快点到岗。是，我知道了。现在不是势力内部争斗的时候，我们要斩杀扰乱世间的亡灵。不是来杀我的，要我收服父亲。好，好吧，我去试试看。这里有吴君主，就麻烦了。还不知首长会怎么数落我呢？既然敌人援军已到，那就没办法了。在我们被击败之前，一举攻陷城池吧。现在轮到兵器登场了，攻破城门后，一举扫清敌人。就我而言，算是做得很好。真是精彩夺目啊！打击敌人的痛处，我要表现那里上了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就由我们负责防守。兵器竟然被破坏了，要耗费的时间就更长了。
这里有攻陷城池，还被敌人击败。啊，真是不完全燃烧啊！总算能回去了。你的武勇一如既往的出色，我们的计算也没有机会发挥了。目标已经确定，打乱敌人的阵脚，瓦解其斗志。真的能追随亡灵大人吗？我到底该如何是好？黄华，你在犹豫什么？难道这里不见识一下司马一族的力量吗？结账！结账！真是太厉害了，果然不敢忤逆司马一族。我原本就没打算造反，而是想帮助司马懿大人来着。禁军寿春，铲除反贼亡灵。这样就可以消失了吧？总算能回去了。子尚，只要有心，你就可以办到。击中！按照计划，顺利拉拢到了我方了。把他们作为攻略寿春的棋子吧。人的计划根本不可能成功，我要站在司马一族这边。开门吧。竟然出现了叛徒，这下不妙了。那个，我一直想再多观察观察你，如果可以，我想更近一点。我知道这不像我的风格，但是拜托了。控制国家的司马一族，我一定要与他们死战到底。这样就可以消失了。父亲，请您不要再造反了。难道您真的认为一人之力就能成事吗？亡国了，给你添麻烦了。但是我已经对不起。记住，Yeah!
发挥到这里，记住，而你们心怀不满之人还会层出不穷。纷争是平息了，但是这场胜利留下的只有痛心和空虚。亡灵大人一族都难逃一死，但是至少希望能保住我妻子的性命。父亲，叛乱已经平息，对叛乱者亲属的处置是不是按照听说郭淮的夫人得到了赦免，真是太好了。是啊，但是司马懿大人和紫妍大人这样做应该并不只是出于对郭淮大人的同情。是啊，他们考虑的大概是万一郭淮叛离损失太大。紫上大人，我知道你想不通，但是就结果而言，郭淮大人和他的家人获救了。是啊，紫上，你有何担心吗？话虽然是这样说，紫上，重要的是结果，不必纠结形成结果的原因。你们两个，我知道了。好了。兄长废掉曹芳大人，拥立了曹髦大人，有人为此事拿兄长和董卓相提并论，从我私心来说，当然是想全力否定的。您觉得究竟该怎么办呢？哼，子胜，你也学会向我抱怨了啊。在曹芳治下无法贯彻我的做法，因此我才会拥立新的皇帝。就是说随便别人说些什么都不理会吗？报告，吴国的孙权已经死去。子胜，这可是摧毁吴国的良机，马上开始准备攻打吴国，我这就去禀报陛下。我知道了。这次攻打吴国将决定兄长的真正评价，我究竟能做些什么呢？报告一下情况吧。是，吴军兵强马壮，我军陷入了苦战。本以为孙权之死
会让他们意志消沉。没想到吴国的将士反而更加振奋。司马师大人，在下有事报告。被彻底击溃了。司马师大人，十分抱歉，将士们齐心奋战，可惜还是力有未逮。算了，这也没办法，这回啊是那边的先锋太厉害了。什么叫没办法？我们可是担负着士兵和百姓的身家性命在打仗，可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子尚说的没错，诸葛诞，胜败乃兵家常事，承认失败也是战斗的一部分。本以为没了孙权应该能一举拿下，没想到如此奋战不屈，孙吴的将士果然了得。兄长，让他们都撤退吧，就这样白白送命，那才是对不住士兵和百姓呢。我来负全部责任，以我名义让各军撤退。还是让我来发令吧，这样的话就算战败有责任，也是兄长和我两个人承担。我的天命还没到那个时候。我军已被吴军从中阻断，必须全力开辟出通往合肥新城的道路。很多同伴都被分散在各处了，要找出他们来，然后撤退。集中！集中！子尚，为什么不肯使出你的实力？防御吧，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我要把碍眼的地方全都铲平，都精神点，跟我来。听我命令进军，将那片地方收入囊中。听我命令进军，将那片地方收入囊中。各个方向进行攻击。可恶，居然被破与主力分开了，必须用自己的力量摆脱这次的困境。集中，这样就可以消失了吧。目标已经确定，敌人的阵脚，瓦解其
撤回，回归新城吧。 总算能回去了。 非无所能及，裴将被我打败了。撤退。子尚为什么不肯使出你的实力？子尚就是真正的三国无双。 顺着，就我而言，算是做得挺好了。子尚大人只要肯干，明明可以做得很好。